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955页，955页，第末后第二行。从幕后看起，第二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又未及有道，若是未得圣道，言我得圣道，是为破大妄语界，所受罪报，远过于其他口业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这一段意思很深很广，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。在我们补充教材里头，大妄语这是从佛学大字典记录下来的，大妄语者不得圣道，言我得圣道，或受天龙鬼神之供养等，总之啊，过人之法也。这个叫超过一般人，见闻觉知，超过一般人的常识。啊，大妄语的目的何在呢？无非是希望别人对他恭敬，对他供养，实实在在说，用这种手段欺骗人，纵得的恭敬供养非常有限，自己造的这个业，将来果报太可怕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啊，这种业决定不能造。下面经律引证，经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清净明慧章，清净明慧这一章里面讲杀盗淫妄，啊，揭露当中妄语这一段。啊，经上说，阿难，佛对阿难说，就是对我们大家说，啊，如是世界，就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六道众生，虽则身心无杀盗淫，啊，我们的身不造杀盗淫，我们的心没有贪嗔痴，这叫三心一缘。啊，这个缘不是真的缘，为什么？如果是真的缘，绝对没有大妄语。啊，还要用这些话去欺骗众生，实在讲他没有缘。只可以说修行有一点点功夫，能够把身心这个恶念恶行呢控制一些。佛法里面讲福断，不是灭断，不是真正断的，只是控制住了。
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很容易让修行人产生误会，啊，以为自己成就了，啊，其实距离很远。那么这些原因，总而言之一句话说，读诵经典太少了，文法太少了，他如果是长时间读诵经典，长时间听闻佛法，不会起这个念头啊，他明了，因为不听经不读诵，所以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天天增长的是愚痴啊，愚痴才会造这种业啊，大妄语的业，这种业有意无意啊，有意是骗人，无意是增上慢。啊，就像此地经文所说的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若大妄语，即三摩地不得清净。三摩地是修行的功夫，就是智心一处，也就是禅定。啊，尘爱界魔摄如来中，这心不清净的。阿赖耶识里头，习气不善的习气，杀盗淫妄、贪嗔痴慢的习气。无始劫以来到今天，很深很重啊，这就叫爱见魔，这不是如来种啊。啊，所谓未得，未得啊，没有得到的以为得到，他也告诉别人他得到了，未证言证啊，没有证得的他自己以为证得啊。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讲过一个例子啊，也算是我的一个长辈，念佛人，我出家的时候就看他，他告诉我他证得阿罗汉果，说的语气很严肃，不是开玩笑说的啊，自己以为真的真的啊，应该就是经上讲的这个情形啊，他的身心呢无杀盗淫，贪嗔痴比较轻啊，自己以为这三种修行已经圆满了，所以这是误会啊，只是念佛功夫稍稍得力，把贪嗔痴慢的这个念头扶住了啊，能够把自己的行业身口意三业能控制住，不造我业了，是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里叫功夫成片啊，它是接近成片，它没有真的成片。为什么？真的成片呢，也不会有大妄语啊，所以经不能不听。印光大师告诉我们，
在文朝里头，老人常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要依靠净教。换一句话说，经教是法门修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，没有经教，这个法门怎么修法？根据什么修法？你都没有啊，那叫盲修瞎练啊！啊，就是这个男性一行的念佛法门。也有五经一论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才真正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为的是什么。这就明白了啊，佛只是讲经教学，没有带人修行过。讲经教学是帮助人看破，修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就是一个方向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佛帮助人，帮助人看破，所以放下是你自己事情，佛帮不上忙啊。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成阿罗汉；放下尘沙烦恼，你就成菩萨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。大乘经上佛常说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看破之后怎么个修行方法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修行这条路长，这条路又难又易。无论是难是易，有许多境界会现前啊！你要用智慧去辨别。要用真诚的功德去突破，才能帮助你提升。妄语是障碍，不是提升。妄语是堕落。啊，修行人怎么肯干这种事情？啊，这底下说，这些妄语的人，为求世间尊身第一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为自己名闻利养，没有真放下了。好名、好利、好大喜功，啊，他对人说，我今已得虚脱还苦，这初苦；斯陀含是二苦，阿那含是三苦，阿罗汉是四苦。这是小乘道，再往上提升，辟支佛乘，还算是小乘，比小乘高。设地地前，这是大乘，地前是三贤，
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这叫地前。摄地从初地到摄地，大乘菩萨啊，没真的了，自己告诉别人真的啊，目的何在呢？求彼礼拜，贪其供养，目的在此地啊，希望别人对他恭敬礼拜，对他隆重的供养。这种人自古以来就有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就有，佛灭度之后这种情形常见了，现在更多啊。说某人什么佛再来的，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这是很大的忌讳呀，叫造谣生事啊。啊，你不说有别人造谣。啊，造谣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哎，他供养这个法师，说这个法师是佛再来菩萨再来，让别人对他也恭敬，对他也供养，他在当中取利。啊，所以佛法衰了，怎么衰的？这些人破坏佛法，消灭佛法啊，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产生怀疑，失去信心啊，必须要知道世尊在经教里教导我们，诸佛菩萨纵然示现在世间，决定不以神通做佛事。佛的神通道理超过一切魔王外道啊，这些人用神通戒引大众，佛如果也用神通呢，那跟他们没有两样，正法邪法很难区别，所以佛不用这个方法啊。魔王外道所用的方法佛也开不用，佛用讲经教学啊，讲经教学这个东西魔王外道他做不到。啊，所以佛住世讲经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中断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佛一生讲经教学不中断，我们后人做弟子的，我们读诵学习经教也不应该中断。这就对了啊！佛一生不贪图名利，不贪图供养，也不贪图别人恭敬啊！欲不贪图，哎，众生对佛欲恭敬，真有德行啊，佛所需求的供养有限啊，饮食每一天出去偷钵一钵饭啊，衣服卧具汤药，有病的时候医药接受，其他的一概不接受。
释迦牟尼佛在世已经做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。土地、房屋，有没有人供养？有啊，佛不要。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我们在海外有人送地送房子。我们就在那里帮助他。建立净宗学会，建立念佛堂。让那个地区的同学有个地方啊去修行。去听经。这样好。选几位年长的有道心的来管理这个道场，这是好事情啊，不能据为己有啊，据为己有就大错特错啊，念念要主持正法。念念的要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果上的利益就得到了。佛教化众生。终极的目标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为什么有苦？迷了就有苦。怎样得乐？觉悟就得乐。苦乐是果啊，迷悟是因呢。迷悟的因解决了，离苦得乐的果就得到了。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。那么今天世界乱了，整个世界众生都苦啊！你去问问哪个不苦？富贵人有富贵人的苦处，贫贱有贫贱的苦处，大家都苦啊。为什么我们把破迷开悟的教学丢掉了？这是真正把苦的因找到了。有没有方法拯救这个世界呢？有。只要你真正明白，迷悟是苦乐的根本原因，你承认这一点，然后你用教学的方法帮助人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离苦得乐。这桩事情现在连外国人慢慢都救不到了，在全世界中国人最聪明。中国人在几千年前他就走这条路。就向着这个目标。所以在历史上全世界跟中国不能比。中国有很长的时间长治久安。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啊！靠什么？儒释道的教育。古代的帝王特别尊重。甚至于有些时段，帝王采取的政策，用儒
来做政治教育，用佛来对人民教育，用道来纪念祖先教育，啊，他全用上了，用得真好啊！啊，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了，对外国人很羡慕啊！哎，现在他们也很聪明，慢慢觉悟到了。啊，我们在国际上也不断在宣传了，向大家解释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现在大家迫切需要，都在找。啊，我们在去年年初，不是今年，去年年初，啊，得到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之要，我们无比的欢欣啊！对于中国文化，拯救世界，信心升起来了。以前知道这个事情，到哪从哪里做起，想不出方法。啊，群书之要一出现，我觉得这是祖宗的加持，三宝的恩德了，啊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，啊，我们是非常快速的把这部书翻印，啊，流通到全世界，目的是什么？这部书不再会丧失了，啊，不可能再失传了。我们世界上各地方都有存放，啊，存放在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？第二步呢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关键的问题啊，就是老师啊，要有一批老师讲解群书之要的啊，由这批老师来讲解，全世界人民都来学习，我相信一年的时间天下就太平。啊，我在今年前一段时期参加泰国一个活动，多元文化的活动。啊，最近参加马来西亚，主要是跟老师见面。啊，他们办了一个大型佛齐三十新年的法事，我不是为这个去的，我没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我是参加了特地邀请的老师。马来西亚有1000多个华校，啊，华侨办的小学，有61个中学。我是跟这些学校校长老师们见面，干什么？鼓励他们发心，用他们多余的时间，或者退休的老师校长们啊，现在年岁还不大，才60几岁，
啊，认真的呢学一部经啊，他们教了一辈子书，有基础啊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呢，啊，真正用三年研究一部经，群书之要一共是借取65种经论，也有65种五个人，一个人一部经论，三年之后就有一部合的群书之要，让这些人在国家电视台天天讲学，我相信一年世界就和平，功德无量啊！我是去干这个事情的啊！我劝导这些老师、这些校长，哎，很难得他们都能接受，都很欢喜啊！听说我讲这个方法啊，我说三年，你们就是这一部书借出的教授。10年呢，你们就变成这一部书全世界汉学第一专家。这人生没有白来啊！啊，这就是圣人、贤人出现了。希望大家用10年时间学圣学贤，成圣成贤。我是教他们这个事情。啊，马来西亚成立一个汉学院，汉学院里头我们是研究员，这一些人是汉学院的研究员。啊，汉学院现在不招生，啊，就是让他们做研究工作。啊，讲经教学就在摄影棚，我们用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，面对全世界受苦。啊，将来他们是三种语言，啊，有中文，有英语，有马来语，啊，三种语言展开教学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不能不去，我不去没有人可以代替我，啊，再辛苦也都要去跑一趟。啊，这是第一次见面，我把这个理念方法告诉大家了。啊，底下接着一步呢就得真干。啊，这些老师当中去相约，谁肯发心？啊，专攻一部，这里头65种。啊，几个人都欢喜这一种也行，他就成立一个小组。啊，比如他第一步是易经，要有3个5个喜欢易经的，再成立一个小组。可以单独自己搞，也可以小组，啊，非常好啊！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汉学院快要开工了，大概估计要1年多才建好，1年多他们就有很好的基础了。汉学院建好之后，他们可以住在里面。啊，希望汉学院将来培养1200个汉学家，对全世界展开儒释道的教学，群书之要的教学，真能救世界呀！这不是假的。这些未来的专家学者
最重要的德行。啊，德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感应篇，佛家的十善业，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基础。具足这三个根，就是他具足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的根基。任何一部经论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一定成功。啊，不能贪多。啊，贪多，你的心力分散了，精神分散了，时间分散了，搞一生一无所成。一定把力量集中搞一样。啊，三五年成为专家，十年就是世界一流。啊，马来西亚成就了，我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机构。啊，上一次我到泰国，行程里面有跟泰王见面，没有想到到泰国，泰王生病了，他跟我同年，住在医院里的。啊，皇后姐姐，啊，很难得，他的亲王要到香港来访问，啊，亲王是皇后的弟弟，啊，今年66岁，啊，我跟他们接触。我有一个想法，泰国是全世界唯一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。啊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建立一个示范点，佛教文化。啊，把佛陀的教诲完全落实在生活。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接物。啊，学什么东西呢？四门功课就可以了。真做到，这四门功课是：无戒十善，要做到啊！无戒是一门，十善是一门。六合敬是一门，六波罗蜜是一门，够了。只要把这四样东西做好了，这个成就是佛教圣成。啊，这个里面居住的都是佛菩萨。啊，人人都修五戒，都修十善，都修六合敬，都修六波罗蜜。这个里面请法师讲经教学。啊，落实这四门功课。啊，我跟他们接触介绍这个东西。啊，那将来是看佛教，就到佛教圣城去看。啊，看汉学，到马来西亚汉学院去看。啊，我们都有一个示范点。啊，这个示范点是开放的，欢迎大家来参观来学习。啊，希望中国文化了，在全世界开花结果。啊。我们此地做的这一大经大段经文是讲五戒十善。
啊，妄语里面开出了大妄语，这是很大的机会啊，所以不是小事情。一般人认为这小事，开玩笑无所谓，不行，它影响太大啊，是负面的影响，它不是正面影响。啊，下面你看，这都是佛的话。啊，他的目的是求彼供礼拜，贪其供养，是一颠加，一颠加就是一禅体。啊，一禅体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善根的人。啊，这一句话是梵语音译的。啊，没有善根的人，这是我人。消灭佛种啊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下面佛作比喻说，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啊，多罗木是树的名称，印度有，中国没有，这个树非常坚硬啊，你把这个树看到了，树不能再生长了。说佛即是人，永云善根啊，佛说这个人永远没善根了，无佛之见啊，佛知佛见呢没有了，尘三苦海不成三昧。三苦海是过鬼地狱出生，就是三恶道啊，他得不到三昧啊。这是大妄语的果报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沙弥十戒为一乐要里头所说的，可以作为楞严经的补充。啊，这个沙弥戒里面讲，若未证四果啊，四果就是前面讲的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拉含、阿罗含，没有真的妄言一德啊，他欺骗别人说他已经真的未得四禅，这是六道的四禅天，色界四禅天啊，得四禅，将来往生是四禅天，色界天啊，这很高啊，超过越界啊，没有得到说自己已经得到，没有悟道。妄言已悟啊，悟到什么？开悟了。开悟的人，无论事出世间法，你向他请教，他都能够解答。啊，他不需要看这些资料，像慧能大师一样啊，事出世间疑难杂症，你向他请教，他随口就给你解释了啊，这是开悟的人呐、
没有开悟，自己妄言一悟。还有大妄语啊，说他从天上来的，或者从龙中来的，鬼神当中来的，能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。现在这个时间很多，这通通叫妄语啊。不诚实，虚而不实，狂惑世人啊，欺骗世间人，迷惑世间人，这都叫大妄语啊。这些人犯的重罪是沙弥戒，在沙弥戒上讲的啊，如果这个人出家受沙弥戒，有这种行为，他沙弥戒失掉了，不通忏悔。若功夫稍稍得力，不知法相，为正果等名增上慢啊。像我在前面举的例子，我遇到这个老人啊，念佛念了很多年，自己认为证阿罗汉，他不是骗我，他是误会，这样功夫稍稍得力啊，那是个善心人，好心人啊，我跟他讲了很多，他都很难接受，所以最后呢，我是很不得已拉出阿罗汉的六种神通，你有没有得到？这是很明显的例子啊。须陀洹就得天眼天耳通，斯陀含得他心通虚名通，阿那含得神足通，就是他能变化，他能分身。阿罗汉得漏尽头啊，这是最明显的例子。不是我们坐在家里谈话，这外面隔着两道墙，这是外头是马路，马路上过去车辆行人，你有没有看见？他没有看见，那不是阿罗汉啊。须陀洹就有能力，这个障碍就突破。这样他才相信啊，他不是大妄语，不是欺骗人，他是增上慢啊。我们遇到了要帮助他们啊，把他的误会也解除，不至于走上岔路啊！啊，回归到正道上来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是对的。再往下看，沙弥律仪要略增注这本书。出家初学一定要读的，但是现在很少人去读它了啊。这个里面说破言得禅得定得三昧正受，天龙鬼神来皈依我，以此狂惑世间，二要名利供养，罪不可悔，堕大地狱，长劫受苦。这是属于大妄语啊，没有得禅，
跟人家说他得禅，他得定，啊，他得三昧，或者说由天龙鬼神来皈依我，来供养我，啊，用这种手段去求名闻利养。名闻利养可能求到，但是死了之后堕地狱。要长劫受苦啊，知道业因果报不敢讲了。事出世间法成功的秘诀，要老实，要听话。听谁的话？听佛的话，听祖师的话。这一部经，经文是佛说的，注解里面有一半是祖师说的，一半还是佛说的。啊，能够做到这四个字，后头要真干呐，学以致用。所学非所用，真实利益得不到，学了就要干。啊，从今之后决定不再妄语了。下面说佛言，临旦灰炭，吞食吐粪，啊，这粪土。利人破腹，不以虚妄称得佛法而得供养。这佛说的啊，但是吞食，吞食什么？灰炭啊，吞食粪土。啊，但就是吞食，利人啊，利刀啊，破腹，这都是一般人最难接受的。佛说，宁愿吞食灰炭、粪土，甚至于利刀破腹，也不敢用。虚妄称的圣法，就是前面讲的不敢大妄语啊，而得供养啊，欺骗众生恭敬供养，决定不虚苦啊，这是罪大罪也。以道人饮食苦，故言其罪其重。这是用非法啊，非常之法取得别人的恭敬供养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。幕后这一段，未曾有经云，啊，这一部经我在50年前学过啊，我还做了很详细的课判，可惜这个东西都丢掉了。我的课判是用毛笔写的，小乘经啊，这个经上有说妄语有二，一种是重，一种是轻。为供养故，外心精进，内心邪浊啊，这都骗人的。为了名利，外面表现的好像很精进，
里面是贪嗔痴慢，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。啊，向人妄说呢，得禅境界，或言见佛、见龙鬼等，贬大妄语，堕阿鼻狱。这是地狱里的最严重的地狱，啊，阿鼻地狱。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话叫无间地狱。佛有妄言，能令杀人，破坏人家，或违摄其妻，令他嗔恨，名下妄语，多小地狱。啊，这一段是讲这个妄语能令杀人，这个是两舌挑拨尖利，让这两个人变成仇敌，互相残杀。啊，挑拨这两个人，这是小地狱。如果挑拨两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发生战争，那堕阿鼻地狱。啊，破坏人家的和睦，叫家和万事兴，让人家夫妻不和，父子不和，兄弟不和，这个罪都很重。都是地狱罪，啊，或违摄其妻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今天的借钱，借了不还，啊，给人定的有约，到什么时候还钱？时间到了不还钱，这属于欺骗。而且里头有盗罪，啊，对方当然嗔恨你。啊，这是堕小地狱的。这是经论里面的所引的这个机器，说明大妄语罪。下面这一段，横行威势，轻易于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有权有势力，用着自己的权跟势力欺负善良。啊，谚语所说的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。啊，于人为敬者，于令大众俯首听命，唯我是从。这是功高我慢，不知惭愧，不自戒慎恐惧。这个在今天社会我们走过许多国家地区，几乎到处都能看到。什么原因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伦理教育没有人教了，道德教育没人教了，
宗教教育。啊，今天社会，许许多多人提到宗教就会反感，这是不正常的现象。为什么这么好的教育会让一般人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？啊，第一个，宗教教育几乎都是过去帝王们所护持的。啊，佛法也不例外，释迦牟尼佛把护法这桩事情付托给国王大臣，不是给普通人。啊，只有国王大臣能推动宗教教育。他能帮助你国泰民安。啊，宗教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。现在大家把它曲解了，误解了。啊，我们查查字典，这两个字怎么个解释？什么叫宗？一般字典上都查得到啊。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意思是遵从的，啊，是被大家尊重崇高的，有这个意思。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两个字连起来是什么？是人类重要的教育，啊，这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，这好啊！人不能没有这个教育啊！现在为什么社会人提到就讨厌他？啊，第一个因素，宗教没人护持，不像从前。从前帝王护持，帝王接受，帝王学习，上行下效，普国人民都学习，所以社会安定，国泰民安。啊，现在讲民主讲科学，连这么好的教育也不要了，社会乱了。啊，想什么方法来拯救都枉然。找不到方法。也没人想到宗教。啊，第二个，宗教徒本身变质了，打着宗教的名义，欺骗善良的老百姓。他们并没有依教奉行，这本身腐坏。
所以产生今天宗教的腐化，宗教的衰落，宗教对于社会大众失去信仰，这都是原因呢。所以宗教必须放下那些祈祷，那些繁琐的仪轨，回归到教育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给我们表现的30岁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悟后他就教学，开悟之后就接着教学，教了49年，30岁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。经上讲的，讲经300余回，说法49年。佛教如是，其他宗教也如是。摩西讲经教学有20-30年了，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教学27年，基督教耶稣教学3年，他被人害死了。细心去观察当年创教的这些祖师大德，都是社会教育家，心量都很大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乃至像佛教不分宗教信仰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这些圣者对一切众生真诚清净平等的教诲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啊，世界宗教是一家了。这个世界的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彼此要恭敬尊敬彼此要懂得互相关怀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所以宗教要互相学习，国家应该建立宗教大学，每一个宗教办一个学院，所有宗教合起来就是一个宗教大学。
将来弘扬宗教这些师资，一定是这个大学培训出来的。为社会服务，为国家服务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不会有冲突发生的。宗教里头不妨碍人信教自由。绝不妨碍。宗教里头有矛盾，有冲突，由宗教自己去解决。摆出经典，按照经典的方法来解决，和平解决，没有冲突。古时候宗教教育皇帝亲自掌管，国民的教育宰相主管，宰相底下从前是六部，这个事没那么多，礼部就是教育，礼部尚书就是今天的教育部长。这是传统文化里头以儒为主。里面也有佛，也有老。那是附带的，以儒家为主。可是皇上带着全国人民，他的教学确实是以佛以老为主。用佛陀的教育把人都教好了。把人都变成菩萨，都变成佛，天下太平了。用道来教导人民，敬祖敬天。对于祖宗，对于神明，对于天地万物，都存敬畏之心。自自然然就回到戒慎恐惧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真理。这里头有高深的哲学基础，还有高深的科学基础在里头。现在人不学，用迷信两个字把它封杀了。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，这不能不知道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段，复敬我归，
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之深的。请看经文，难可相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我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绕归。这一段经文所说的，作恶的人，杀盗淫妄，啊，作恶之人难与教化相符，可以说完全讲的是现代社会。为什么呢？把圣贤教育疏忽太久了，中国人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差不多200年了，啊，日本把老祖宗东西丢掉400年了，啊，日本人接受西洋文明比我们早，啊，我们接受西洋文明从日本传过来的，啊，日本自古以来完全用的是中国文化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到日本去参观，你去看看农村乡下，啊，还保存着，啊，传统的文明迹象还非常可观，我到日本去过7次，我非常欢喜日本的农村，农村在今天还有夜不闭户的，路不拾遗，我们只是在书上念到这个词句，没看到，在日本看到了。啊，日本农村的小贩卖菜的，摆个菜摊，没人管，他每一把菜都标一个价钱，放一个盒子放旁边，你拿自己投钱进去。这个卖菜的晚上来收钱。白天没人管，这就是路不拾遗啊！风气确实是好啊，很值得赞叹。啊，老百姓怎么会那么好？所以他们的文化底蕴呢，还有，如果有人好好的教，很容易得到效果。啊，都市里的人就难教了。啊，这里第一句讲难可相化，故云不自缠举。难可相化，常怀骄慢。啊，
这个用在今天都是。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，慢、傲慢的，这是罪恶。慢的罪恶，比喻三毒。所以佛法里常讲贪嗔痴慢，均属四惑也。啊，迷惑有两类，一个是见惑，一个是四惑。见惑你是看错了，四惑呢你想错了。这些与性德完全不相应的，啊，下面跟我们说前因后果，啊，赖其前世福德因护。啊，引子据一切经音义的解释，乃为也。为是护卫、保护。啊，即是保卫之意。啊，这说什么？说前面讲的难可降化、常怀娇慢，这些人呢，是靠他前世福德因护。啊，前世修的福报修得多啊，修得大了。这一世当中虽然造恶，因为前世福德还没有享尽，今世所造的这些恶不会现前。啊，他有过去生中福德保护他。那个福德要是享尽了，他的苦报就来了啊！这个桩事情，我们要很细心去观察，通通在面前。啊，这个人发大财，做大官，啊，这个财是不义之财，啊，是用他的地位，啊，前面所说的，横行威势，轻易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啊，得来的不义之财，但是他还是会在享受。啊，那恶的报没来啊，这什么？他有福啊，福报太大了，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发的这些财，实际呢，他已经答对者了。答对者还有那么多的福报，你就知道他如果能爱惜他的福报，能够正大光明，啊，念念为众生，不为自己，
他的福就不得了啊，多大的福报啊。啊，我们都看在眼前呢、啊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那么福报享尽了，福德尽灭了，是享尽了，他这一世的恶业果报就显现了。啊，有人寿命还没有终，报应就显现了。啊，出了事情，家破人亡。我们看到了，还有福报大的，啊，他临死的时候，还有余福。啊，你看他还不灭，还不亡，但是他死了之后，神魂到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个果报我们看不见了，不是没有果报啊。果报有种种不同，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粗心大意。啊，如果有智慧、细心，你全部都能明了。啊，真正懂得因果，一生不但不能作恶，恶的念头都不生。我们要学最大的福报，无过于念佛，这是我们今天肯定了。啊，人家问我，你学佛60多年，讲经教学50多年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得到的就是认识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的功德，这就没有白学了。这个功名号功德说不尽的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呢。啊，一切修行法门比不上念这一句佛号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，一切诸佛都是这样说的。真正相信的，你是这个世界第一等大福报的人。为什么？来生做佛去了，果报马上显现。啊，做什么佛？做阿弥陀佛。你做佛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，这很得了啊。阿弥陀佛是佛中至尊，啊，诸佛赞叹他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
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头无上的法宝啊，对于夏莲居老师的会集，对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完全接受，我们得大利益了。这个利益无法陈述，不但我们无法陈述，诸佛如来也陈述不尽。这句句都是真话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作恶的人还在享福，行善的人还在受罪，这不是因果颠倒啊！行善的人过去生中造的有严重的罪业，他行善罪业消掉了，还有余罪啊，他现在还得受一点苦报，这余罪也。这一点罪报受完了，他的福就来了，福报就显现了。给那个造恶享福的人掐点头。造一切罪业，他在享福。他的福报享完了，罪报就显现了。罪报决定在地狱，念佛人的善报决定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就是圆满成佛，没有人能比。我们看底下这两句，但今世为恶了，福德尽灭。这是说现在这些恶人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啊，不可一世，大富大贵这是他前世修的大福报。这个大福报在护卫他这一生所做的恶了，是过去生中的福报没享尽所以我们不知道福报享尽了，他这个苦果就显现了。我们常说出事情了福报享尽了如果懂得享福的时候再修福，这个人有智慧他的福报生生世世享不尽。
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的影光碟，他现身说法给我们做见证的。他自己说，他死了之后神魂都出生道，出生死了之后他又到人道，普通的人，人道死了以后到地狱道，这是什么呢？临终最后的那一念引导他到哪一道去？到地狱道之后几百年了，唐太宗距离我们1400年，都在地狱一直到现在才出来。他那个附体光碟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他离开地狱好像是3-4天，找到他的皇后，附在他身上，把这信息透露给我们。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群书之要。这一部书，那就像我们无量寿经所说的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本经是3个，群书之要有2个，真实之机它没有，它有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，所以这个书能救全世界，这我们没想到的。是因为我们印这部书它出来了，它到我这来附体在我面前，来感恩的，我都莫名其妙，我跟你没什么恩呢。你为什么说出来印这部书？要不印这部书出不来啊，那不知道在地狱里还要受多少年的罪啊。这是偶尔这么个机会，我们遇到这部书，这部书我想了很多年，我知道有这部书的名字，没有念看到过。因为最近这个10几年常常参加了国际上的和平会议，看到这些专家学者一天到晚都在想怎么样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想不出来，找不到方法，这本书里的全有。所以我就想到这本书，我知道这本书是因为早年看过一个小册子叫诸子之要，这上面写了是群书之要里头的后半篇。群书之要它有经史子，这只有诸子的这一部分，其他的没有，所以我就知道有这本书。我知道这个书的内容是好东西，常常想着，是心想事成，
啊，讲经的时候偶然提到，没想到有听众，他们居然找到两部送给我，两部不同的版本，啊，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，民国初年。啊，我一看，距离现在都是八九十年前。真难得了。啊，从这些序文里头才知道，这部书在中国失传一千年。唐朝亡国之后，这书在中国就没有了。到哪里去了？日本的留学生把他带回日本去了，所以在日本流通一千年。啊，嘉庆皇帝登基，日本对皇上送了一份礼物，就是进贡，里头有这部书，在中国人才看到。但是嘉庆是康熙乾隆的余府还没有坠落，也就是说清朝鼎盛的时代，他们对这个书就不重视。因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啊，到嘉庆的这个初年，那一种盛世啊，超过贞观，所以对这个不重视。啊，那现在呢，这个书是救命的书，非常管用。所以唐太宗讲，这个书能救全世界。我们知道这是好啊，但是不知道它救全世界。啊，他这一句话提醒我，一定要把这部书翻成外国文字，向全世界流通。啊，我们来做这个工作。下面，往昔大师说的。今已早我，虚善灭失，善神邪去，故今世造恶，此恶为痛啊！啊，今已早我。以什么？以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。啊，以他的地位，以他的权势，他在造恶啊！啊，造恶他还不败啊。这个原因就是过去生中他有福报，他修的有大福报啊，是虚善灭失。过去生中修的大善大福要统统灭掉的时候，善神离开了，邪去了，那么他的罪报就显现了。苦果就来了啊，这是痛啊。经营书云，续善灭尽，善神邪云，生无一义，多遭恶难，是其痛也。跟往昔师所说的非常接近。
啊，所以佛常常劝导我们修福，不要享福，自己有福，让大家享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自己要想，自己一定要明了，过去生中所修的，虽然都忘记了，不知道了，总是有限的，不要把它想尽了。啊，今生所修的。不想这个福报长远了。孔子世世代代修福，我们在典籍看到夫子的外公，他妈妈的爸爸，观察孔家，前面五代修善积德，就断定他们家里会出人才，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去了。嫁给他孔子的爸爸，五代积福啊，这是好人家了啊，所以他的女儿嫁过去生孔子了。啊，那么孔子一生也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没享福啊！啊，后世你看对他的纪念啊，孔子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住的是普通房屋啊，不大了。后来你看给他盖的这个孔庙，盖的那么大啊，给他塑的像，供的牌位摆在那里。多少人去礼拜，去恭敬，后福啊！你就知道孔子福报多大。啊，有人告诉我，孔老夫子现在在忉利天，我们能相信？啊，因为他没有遇到净土。不知道有极乐世界啊，以他一生的行业肯定是忉利天啊，在天上也是老师的身份，也是以伦理道德教化众生这些事情我们要记住。生活苦一点好，消业障啊！所修的一切福报给大家去享啊，自己不要去享受。这叫积功累德，把这些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增高品位呀，这是真的。学佛学这么久了，总得要晓得
善恶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带得去的要真干，带不去的要放下。世间名闻利养、功名富贵带不去啊！啊，这个善恶业是带得去的。我要带善业，不带恶业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善帮助我们提升品位。恶不能帮助我们提升。决定要断恶修善。啊，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些恶念不能有，恶言恶行不能造。啊，我们要依教奉行。所学到的要真干。啊，决定把它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这叫真学佛了啊！真正是增长智慧，不生烦恼了。啊，与一切众生，自己能忍能让。啊，真正做到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与人无争。于事无求，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对这个世间众生有好处的可以做，做完了别放在心上，是吧？不求人天福报，啊，只求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希望早一天成佛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断恶修善是为众生。啊，众生无边誓愿断了，所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大慈大悲，这是诸佛菩萨的本愿，我们要有，可决定不能着相。啊，着相就离不开人天福报。啊，不着相才能离开。啊，才是真正行菩萨道啊！啊，真正提升自己境界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